家家户户都有火啊，家家户户都能，哎呦我的妈，半死了，这不是喜字，哎，粗了点，多少钱？那得4200，不要粗，啊？看平时都习惯了，是的，我的妈呀，能给多少钱？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这个。这本多少钱的了？这个1000多，千五。那俩1000多，有一个有线，看那个有中线吗？有中线1800，好吧。大漂亮！哎呀呵，走吧。这颜色，倒是这颜色，对吧？这是老的。这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11000。11000。那还有吗？刚刚有合适的吗？放漏。放漏。这多少钱？5500。5500。这多少钱？280。放漏吗？你看。就260跟我要，我刚260买的，人给我送过来的，送货到门。哦，我还交了10%的佣金呢。这小杯多少钱？800。残的呀。这500块钱行吗？大哥，你看我多少钱买的？我交了10%。哦，邮件，我去，没注意。这不是这种好吧。650买的，加10%，700多。我买这2件刚买的，我给人转了1000块钱，我给你算成。哦，不用，相信，一定相信。哇，人人多。这啥气呢？这怎么喜欢我？这不挺好吗？这多少钱啊？350。好家伙！小心！你给它竖起来吧，太吓人了。竖起来，谢谢。这个嘞？2万。好吧。这多少钱？15000。这多少钱？哎呀！5500。哇！瞬间我捏了，残的15000。哪个？为什么呀？画人物的5000。好吧。走，拜拜。微信就啥？买个这。可以。这绝对是大哥给面了，特别喜欢。